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冒牌生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冒牌生是怎么练成的。那这个主题呢，我们会带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是我设定冒牌生这个笔名的契机；然后第二个呢，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当作家；那第三个呢，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做了哪一些努力。好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，就是我是怎么样做到作家这件事情的。 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啊，哈，就是你觉得一个作家要卖到多少本书，出版社他才不不赔，他才会不赔钱？那这我给你四个答案，第一个答案呢就是三千本，再来是五千本，然后再来是一万本，还有两万本。好，你们猜猜看，要卖到多少本书，出版社才不赔钱？好，那你们想想一下答案好了。那我跟你们讲哦，其实实际上。 出版社要卖到大概卖到三千本书就不赔钱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台、哦，台湾哦有两千三百万的人口，那一本畅销书要卖到多少本，它才叫做畅销？一样跟刚刚一样是三千、五千、一万、两万。那你想想看是多少本，它才叫做畅销书？好，给你们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 好，那其实呢，在台湾，一本书叫做畅销的话，你卖到一万本左右，它就是所谓的畅销书了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们对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知道说要当一个作家的话，你要有三千本的，至少要有三千本的销量。那三千本，出版社。 三千本这件事情，出版社不会管你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买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医生啊、律师啊，他们会出书，不一定是他们很能够写、很能够卖，而是他们自己很会买，一次就买个三千本，然后寄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之类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我的第一本书，就是《海贼王教我的五十件事》那一本书，目前为止你觉得他卖了几本？通常在演讲的时候啊，问到这个问题，那大家都会。 比较事项，他们就会举，就是超过一万本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录影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我就先卖一个关子，我不告诉你他卖几本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，我自己是怎么做到当作家这件事情的。 好，那其实我是一个从十岁那一年就想要当作家的人。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台商，他们在大陆工作。他们在大陆工作呢，就我就过去读书了嘛。所以我一读呢，就从十岁，然后这样读读读读读，读到了十五岁。那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呢、啊，刚开始我去的时候，我父母呢就会担心说。 哇，你这样子都在大陆读书，你会不会就是忘记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的灵魂这样子？所以就买了很多台湾作家的书给我，然后就是希望那我可以透过这些作品呢，然后不要忘记就是台湾人的这个身份啦、啊。然后所以呢，我就看了很多像什么侯文勇啊、小野啊这些作家的书，然后我看完之后，我就跟我爸妈讲说。 哇！长大之后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。我爸爸妈妈听完了，他们没有说什么，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很大的书店，然后这书店里面全部都是作家的书。他就问我说。 那这些书你看过多少？我就说我都没看过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：“你以后就会是这样子。”我告诉你，做人要给我脚踏实地、实实在在。你跟我说你要当作家，你要跟我说你要做这些有的没有的，都太遥远了。爸妈都帮你想好，你以后长大呢，就是给我考一个好的大学，然后进一个好的公司，然后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听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：“哇，我的梦想怎么这么快就被我爸妈打枪了？”可是我也不能反驳什么，因为我才十岁。然后一直到我十五岁的时候呢，我回台湾。那那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爸。 妈就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学历啊，在台湾是不被承认的？”那我就说：“我知道啊，那怎么办？” 他说：“现在呢，你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呢就是你降级，然后读国三，你就可以义务教育，他们一定要收你。另外一個办法呢就是让你出国读书，然后你一个人去，你要不要去？”我就立刻我妈妈说：“那你会去吗？”我妈说：“不会。”我说：“太好了，你赶快送我去，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你的魔掌。”所以我就一个人就被送到纽西兰，然后一读就读了七年的书。可是在我纽西兰读书的时候，我读到第二年我就发现不对，因为我在纽西兰读书，我学的是英文，英文的教育跟中。 文差很多啊！我没有办法练习写中文，我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说要怎么样运用中文，我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。所以当时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就开始写《无名小站》。有听过《无名小站》吧？有听过《无名小站》的人帮我举手。 好，你们这些已经都不年轻了、哦。就无名小站，就无名小站的这个东西呢，我就规定我自己每一个礼拜我要写一篇部落格，然后这一篇部落格要一千个字，去记录我在纽西兰的生活，还有我在纽西兰的发生的所有的一些点点滴滴啊，例如实际啊，例如啊旅行啊这些内容，我这样写写写写写,写，就写了大概三年，我的部落格呢就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变成了有一百万的人看过。 那我想你们听到一百万这个数字，你们就觉得哇，好像很多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实际上来算一下这个数据。 三年有一百万的人看过，一年是多少？一年大概就是三十三万人。一年三十三万人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天不到八百下。如果你有写过部落格，如果你有发过那一些就是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啊，你们写完之后会怎么样？我是一个很爱重新整理的人，因为我很怕就是漏掉所有的讯息，所以我就会一直按重新整理、重新整理，去看有没有留言，有没有有没有人跟我说说话。结果我一天大概自己重新整理个四百多下吧。就是你真正去扣一下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好像去看我部落格的人没有。 想象中的这么多，因为当年真的有非常多的部落客因此而出书，像是女王啊、弯弯啊，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的部落格，然后就一炮而红。我就觉得说，我的时代来了，我也要跟他们一样，就是。 做一下我的部落格，然后把这个整理好寄给出版社。也许有一天我就可以出书了。我就上网去搜寻怎么成为一个作家，然后怎么样寄这些资料给出版社。我就找到三十几间出版社，我就把我的文章呢，就是全部这样整理成一个 Word 档，然后全部寄给这些出版社看。就我结果出版社看完之后，我就很快收到回信了。然后信就说，嗯。 你是一个很棒的那个作家，但你不是我们要的这一个人。我就心想说，哇，那你写这个来给我干什么？那为什么？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数据，其实听起来你仔细分析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多。那怎么办？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投稿第一次没有出成功，很正常啊。那我就。 不能放弃啊！那如果我每一天寄信给他，他一定会把我当成乐色信。所以我就春夏秋冬每一季寄,寄一次给这三次几间出版社。我寄到了第四次，我就收到一封回信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看到你有在大陆读书的经验，那我们想要出一本在大陆读书的故事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我就说：“我都想好了，一篇三千字，每一篇都是我的故事。”然后出版社就说：“我们也想好了，那你的故事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的故事，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台湾人跟一个大陆人吵架，然后就这样，因为这次我真实。” 发生的经历，出版社就说我们要的故事不是这样。我说那你想要怎么样呢？他说我们的故事是台湾人跟大陆人吵架，然后手牵着手迈向更美好的明天。你要不要写？我说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诶、欸。’他说要不要写随便你啊，我们不缺作家。然后当时我听完我就在挣扎，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？你们现在想想看，如果是你，你想要当一个作家，可是你想要的跟出版社。 想要给你的，它不一样的话，你又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当时十八岁的我，我想了大概一个多月，我觉得我到底是为了要为了，我到底是认为这件事可以带给我什么？我想要透过这本书一炮而红吗？还是我认为我应该要有一次跟出版社成功合作的经验，至少知道合约怎么看，至少知道说版税怎么算。就算我今天被骗了，或者就算我今天失败了，我也才十八岁，没 nothing to lose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觉得好吧，那我试试看。所以我就写了一本台湾人跟大陆人吵架，然后。 手牵着手迈向更美好的明天的故事，那本书叫做《捣蛋鬼跟恰贝贝》，那是我的第一本书。然后那本书写完之后呢，卖了多少本呢？刚刚我们不是说三千本他才不赔钱吗？我妈妈呢，她就买了三十本，她就跟我说。 我已经帮你完成你的梦想了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以后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我要当作家，我妈就说你的书只卖了三十本，还都是我买的，你以后要怎么当作家？然后我就觉得对耶，怎么办？作家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像我想的这么简单，可以养得活我，因为三十本书的版税真的很少，就是你知道你买一杯珍珠奶茶可能都不够，所以呢我就想说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啊，我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啊，我要怎么办？所以后来呢，我那时候就跟我自己讲。 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样成为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呢？我就很紧张，我就上网去 Google 如何成为一个作家。结果出，结果 Google 就说要当一个作家只有两个办法。一个办法呢是，你今天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像是林志玲啊、蔡依林啊、周杰伦啊这样子的人；要不然就是呢，你今天得一个文学奖。 我就心想完蛋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得文学奖啊！我在国外读书诶，我中文那么烂，然后有名的人，我现在又不是林志玲，我也不是蔡依林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有名的人？好，当时呢，就有一个节，我当时呢就有一个节目叫做啊，算了，我不能跟你说他的节目的名字，可是就是很多大学生去上的那一个，也许我去参加那个节目，我就可以变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。我就是面，我就去申请甄选，然后没想到我就真的。 进了那个节目，然后我去那个节目去了三集之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开一个新的部落格。这一次我不能再像我以前一样，我就开了一个新的部落格，叫做“冒牌生了没”，跟那个节目的名字很像，只有两个字不一样。因为我我觉得我是冒牌的大学生，我不要告诉你我是哪一个，反正我就是要写这个部落格，记录这些一切。然后呢，希望有一天我的部落格可以成为一个，可以我的部落格可以帮助我出书。可是我以前我是我是。 我以前呢、啊，我是写完以后守株待兔，就这样摆着。可是这一次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没有时间了。我妈妈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我毕业，她就不会再赞助我了；如果我毕业，她也不会就是再给我任何的钱了。怎么办？所以这一次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不能再这样，我必须要想办法，就是让我自己的文章可以被看到。那我要怎么做呢？我每写完一篇文章，我就到 PTT Mobile 01开了大概二十几个分身，我就说，我看到一个好八卦的部落格，大家赶快来！我看到一个好八卦的部落格，大家赶快来！我就每一篇。 我都是这么贴，我每一篇都这么贴，我真的贴了大概每一篇都贴二十几个分身哦。你想想有多夸张？而且每一个账号都贴二十几个分身，然后最后我的部落格在三个月的时间就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去看过。然后我就收到一封信说，我们想要帮你出书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就说我都想好了，一篇三千字，然后每一篇都是我的故事。出版社说可以啊，那你就写你的故事啊。然后你的故事是什么？ 我又说，那个时候啊，穿着 Prada 的恶魔很红。然后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女大生，然后刚毕业，进入了五光十色的演艺呃时尚圈。然后进入时尚圈之后呢，她就觉得说啊，这跟她想的不一样。所以一年后，她就把老板送她的 iPhone 丢到水里面，然后就很潇洒地说：“老子不干了。”然后就回家陪她的家人跟朋友。然后我就心想说：“这种书这么矫情，拜托，这一点都不符合这个社会的现实面。如果老板送我一台 iPhone，我一定感激涕零，然后为他做牛做马。我怎么可能把它丢到水里面，就说？” 不干了，所以我的我就跟他说，我的书呢是这个男大生进入了五光十色的演艺圈，最后沉沦了，吸毒喝酒就样样来。然后出版社就说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深度，符合这个社会的现实面，可以做。我就把这本书写出来。写完之后啊，出版社就问我，哎、欸，你当兵了没？我说还没。他说，那你赶快去当兵。你当兵出来，你就是一个作家喽。我就说好，我就立刻申请入伍，然后当兵。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问我，这、就是大概三个礼拜，我会有一个新训的假期，我就问那个出版社说，哎，那我的书怎么样？然后出版社就说，我把你的书。 寄给我，把你的书拿给了那个节目的制作人，就果这个节目的制作人看完之后，觉得这本书太负面、太黑暗，他认为不可以，要不然他们未来如果要出什么就是选秀节目，不会有人来参加的。我认为他们认为这本书是不能做的，我就说那我改名字，我改内容，改结局。他说不行，已经来不及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然后我的书就在印刷前哦，就都已经设计好，有大有已经都印出来，都在印刷前都已经差点要入库了，然后封。 面啊，各方面都好了，到最后就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，就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就很沮丧，我就跟我妈说：“你看，我差点要出书，我就成功了。”我妈就说：“我就叫你不要当作家，你不听。”我当时想要的是，她说：“啊，没关系啊，再接再厉。”可她给我的是啪，又一枪。然后我当时听完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坏人，没有人会帮你，没有人，你做不到你想要做的事情，那怎么办？所以。 我爸爸妈妈就问我说：“你以后到底要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当作家。”我妈就说：“作家不是给我坐在家里就能当作家的，你可不可以实际一点？爸爸妈妈送你出国读书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你回来跟我说你要当作家，我连本都拿不回来。你到底要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有没有想清楚？”我就觉得哇，他讲的事情好压力好大，然后。 像这种压力就会排山倒海的而来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说我不知道好啦，你跟我讲，反正我要当兵嘛，我在那一年我会好好的想一想，我要做些什么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去在那一年我要仔细的去思考到底要做什么。那刚刚讲到就是说我自己是怎么经营的，可是现在我有没有听我爸爸妈妈的话？你想想看，我已经写、呃，其实从第一本书一直写写写写写，写到现在，我已经写了八本书了。 然后有人会问我说：“啊，那你不是已经成为作家了吗？你不是完成你的梦想了吗？”其实我的梦想是有一个很大的书柜，那个书柜里面都要摆满我自己的作品。现在这个书柜里面只有大概四五，只有大概八本书，它摆在一起还会跌倒，所以我不敢说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。可是我现在是站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，毕竟我已经写了八本书了嘛。那我是怎么写这八本书，怎么做到这八本书的？我又为了它付出，我又。 我又为了他付出了什么？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迷惘？我爸爸妈妈那时候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？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作家？”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写出了八本书了。 你知道老套一点的说法就是不放弃啊，努力啊，坚持啊。可是实际上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我们自己的梦想，一步一步做得到呢？我觉得梦想这件事情，你要有一个倒算法，就是你要知道说，今天这个梦想呢，它距离你有多遥远？好，它距离很很很遥远。那你多久的时间你想要做到？十年？你不能够用这样子，哇，我还有十年这个心态去思考。你要反算回来说，说如果还剩下十年就要做到我的梦想，那我每一年要分别做到什么事情，我才能够为之一个一个一个的。 去付出，然后去努力。那在这十年的阶段里面，我做了什么呢？那我们下一步的影片呢，就会跟你分享。嗯、我已经写了八本书了，这三本书呢，它可以在国立台湾图书馆的 HiRead 电子书平台去借阅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你要记得去帮我追踪跟按赞。反正那一些平台，什么 YouTube 啊、Instagram Facebook 啊、Facebook，能够按的都全部都要按一轮。好，谢谢收看哦，拜拜。<music>